金刚小心，不是，那是我的胸肌，不是，超好看，超好看，那你超会挑衣服。你是带来莫奇怪的东西、啊？没有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适合你，你可以驾驭，也是观众会觉得想看的。假人帮你穿着，对啊，就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吴，我现在的人在信义区的街头。我今天呢要跟一位嘉宾拍片，很久没有跟他一起拍片了，我现在来找他。找到了 ！Oh my god， 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是阿元。今天就是只有我跟阿元来拍片，因为我们今天呢原本是只是单纯出来逛街，后来想说我们很难得合体了，然后今天时间又蛮长的，对，可以合体拍一支片。我们就决定来拍一个我之前拍过的题材，蛮有趣的，也挺适合你的，挺适合我现在，因为我现在有点冷。我们今天要来盲摸买衣服，好不好？看一下你今天的行头，好像还不错。其实我今天这一件，哇塞！我是为了让后面 logo 露出来，我才没有穿外套。殊不知今天让你买新衣服。对，但是殊不知外面有点冷。对，想买新的衣服。那你知道规则什么吗？就是你盲摸，我们要准备眼罩，然后你只要摸到它，你就得买了。而且我会带你去摸，可能衣服、裤子什么的，所以有可能你摸出来是很不搭的这样。所以是一整套的。一整套，然后我们就要穿那一整套去吃饭 ，OK？ 然后我们今天的拍摄的时候跟 H&M 的人说过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在里面拍摄，一般来说是不可以的，好不好？希望我可以摸到一个安全一点的。我跟你讲，通常不太可能。你刚刚讲。然后考虑摸这件，其实很不错其实穿起来很。应该很。你不是很冷？对，对对。需要这个。我说大家，我们玩真的，然后就要穿着去吃哦。不是，再丢脸都要穿哦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在新义区这边，大家其实都很宠物，也很喜欢。对对对。不管摸到什么，我觉得都 OK 哈。我会加油。那你有什么目标？你先说，你想要买什么类型？我觉得一定要买件外套。外套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外套穿在外面，我里面其实就可以穿件 T 恤。哦 ，OK OK， 那你先带起来。好啦，突然很没有安全感。舒服吗？舒服吗？来，走，你可以随手伸手摸了一下，身上我看到都可以摸。安全感哦，等一下啦，这是外套，我觉得我要先挑 T 恤那种。T 恤，那我带你到 T 恤区好了。我想一下啊，来，盲摸，小心啊，小心。不是，那是我的胸肌。对，这边。哦。这是背心，你会要背心吗？不要，我要有袖子。袖子的，好，那这边。这样，这比一下。疼我吗？蛮好看的。图案啊，放回去吗 ？Oh my god， 有摸到喜欢的吗？目前好像还好，因为我想要有那种就是你知道大图案的那种感觉。大图案吗？那种很刺。大图案。对。大图案，你要不要？前卫大图案那种看起来就是有一种狂野。你说的吗？那我觉得可以摸看这边这个大。狂野吗？对，这个还不错。可爱的吗？熊熊啊，还是什么？肯定不是那种文字。是什么东西？爱心人头人像，爱心，爱心哈。那我觉得你好蛮适合这个，是吗？这样 oversize OK 吗？这样可以啊。很前卫，超好看，超好看。那你超会挑衣服，那你再要挑什么？带你去找。再说要挑个下身啊。好，我现在带你去摸裤子，往你右边一点点，往你右边一点点，往你右边一点点。对，好，摸。你可以挑适合你的。可以耶，我其实真的蛮喜欢棉裤，棉裤夏天也可以穿。没错，没错。你自己凭感觉，你觉得哪件好看？有些设计上的不同，这样。这件摸起来很舒服哎。这一件，这件吗？OK， 哇，你真有眼光，你把它拿起来看一下。我们仔细端详一下它的设计，很舒服的，很欧美感。而且这个夏天也可以穿。我跟你讲，它超辣的，而且这颜色有够好看。哦 ，OK， 我跟你讲，你可以去台北时装周，我说真的，这个超好看，材质真的很棒，而且很亲肤呢，色系配得很好 ，OK， 确定 ，OK 的。我们等一下是要穿上去吃饭的哎。对，一定会有很多粉丝跟你合照。我跟你讲，这边的颜色呢，对，更特别，超帅的。这个很猛哎。我们现在来到二楼，往这边走，还好吗？还好吗？可以。好。冲锋衣外套哦，你不喜欢这种防水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也是要符合就是本日穿搭。本日穿搭，这个可能没有那么适合。你要狂野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很搭我的那个棉裤？对，因为它是有点微短版的，有没有？这颜色跟那裤子是搭的吗？这颜色裤有搭吗？我想一下哦，
就是看你看你怎么想。可是我觉得是很前卫的，很前卫的，很前卫，我觉得可以哈。今天就是要走个前卫。没错。好的，那现在阿元呢已经挑完他今天的单品，就是全身上下，拿下眼罩看一下你挑选的东西了。好，没问题，非常期待。大嘴巴会不会唱 Baby Boy？ 跟你讲，因为我知道观众想要的是什么。什么啦？我要的是观众要的东西。好，我带起来。反正我跟你讲，我就是什么都可以驾驭，不用担心。对，你不用担心。来了，换你走秀了，来走。好紧张哦！是不是有点无助感？紧张哦！在这已经是男装了吗？没错没错啊！你要好可怕、哦！哎、欸，我们赶快往前走，往前走。我觉得这边的不是观众想看的，什么东西？因为我们现在以观众想看的为主。观众想看什么东西？我觉得这边就是平常你会穿的衣服。你说我平常会穿，那很好看啊。没有啊！你摸一下。我觉得这种系列的非常适合你，这很赞哎！大家有没有这样觉得？那这好像可以，这材质真的蛮好的。而且他直接有人帮你这样子，模特帮你穿着。哎、欸，这模特？这是假人，假人，假人帮你穿着。哎、欸，真的。看不到颜色，根本没办法挑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因为还是会先选颜色吧。我跟你讲，有一件非常适合你的，你摸。这个吗？对。你是带来摸很奇怪的东西、啊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适合你，你可以驾驭，也是观众会觉得想看的。哦，就是一个图梯这样子。没错。你觉得这个颜色我喜欢吗？我觉得这个颜色非常适合夏天，哦、很亮、哦。好像可以看一下，这样全身拍起来的感觉怎么样？哎、欸。很像要去海边的感觉，很有那种夏天风。哦，我知道。OK， 因为我刚好要去海边，那我去海边可以穿成套。对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哎、欸，你现在既然已经答应我，就等于你也答应所有的观众，你去海边那一集一定会穿这个，对不对？好。你看，好像这种阴影，好可怕。不用担心，你先摸一下。这个吗？对，我觉得很不错。这也是外套。没有，这不是外套。这是裤子。是裤子。哎、欸，这是海滩裤啦。对呀、啊。非常的适合你接下来要去海边，这应该是海滩裤，因为材质一摸就知道。对，啊，下面这一件我觉得也不错，一样的材质。对，然后哪个比较特色？其实我觉得哈，不要一套长得一模一样，刚好摸到套组哦。对，我觉得它偏套。那我不要套组，我不要。对，那我觉得你就选上面这个，真的好看哈、哦。我穿 L 可以。随便拿一件起来，来，你比一下。好，我想这件非常的符合你刚刚讲的，是在膝上。膝盖以上，让你整个脚是显长的。那脚有长吗？有，而且我想这件不止在海滩也可以穿，你在家里睡觉也可以穿。你是说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它的这个款式，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居家。大家看到都说好看那种吗？铁定，绝对好看。而且我跟你讲，铁定。而且我跟你讲，重点是它上面的这个图案是非常多人喜欢的图案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觉得，因为我刚刚已经买外套了，你就不要跟我一样买外套，我们来买配件。配件，包包什么之类的，好不好？好。来你会不会让我去撞墙？真的吗？你会让我去撞墙吗？真的会让我去撞墙吗？我跟你讲，有两款，我觉得呢，上面这款也好看，下面那款也好看。上面这款你大概摸一下，哦，摸型对不对？对，摸你的那个造型，非常的适合去海滩玩。腰包，对，它偏腰包，而且我觉得它是不是有防水啊？腰包好像不错哎。另外一个的话是，来你摸一下。好。这个的话很亮哦，这么长哦。You know, 我知道了，斜背的那种小包，没错没错，机能型小包什么之类的。对，就看你需要的是哪一个，我觉得两个都不错，颜色也都很符合夏天。啊、我现在呢，请了 H&M 的专业店员来帮你看看到底哪一款包包适合你。真的、哦？那你觉得是这个包包适合我，还是这个包包适合我？哎、欸，你说的我都买哦。我觉得荧光色比较适合哦。荧光色是哪一个？荧光色是那个机能包，机能包。这个包啊。对，很适合夏天。你要负责哦，你要负责。来，我帮你看一下那个名字是一棒是吗 ？OK， 谢谢一棒。那我就挑这个，因为我现在还没看到我买的衣服。你觉得我现在整套这样的 OK？ 哎，对，来，我们来给那个店员看一下上半身是穿什么。超配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他说我很 OK 好。很配。我的衣服跟裤子是这样整套穿出去，人家是觉得说你很会穿搭，有没有？会，有没有超会搭？眼神会注视在你身上。哦，没有，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结账去。现在打开，来好好的看一下，怎么样？我拍你，很适合你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是不是？你棒吗？你棒是他吗？对，在那里。
OK， 是你吧？对对对，是他是他。他刚才说什么你知道吗？他说很适合我，大家都会看你啊。注目的焦点，没错，是焦点呢。我就直接是结账，然后就满。现场换，好，下一个换，在新一区逛街吃饭。现在我们两个去结账了，没错，你还算得出来啊你？这边不好意思，还有刚刚，对，还有刚刚的，我们很有眼光吧？很棒哎。阿元原本的穿搭长这样子，好看好看。我们欢迎阿元，全新的你，哎。年轻了十几岁 ，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你真的很潮哎、欸，是不是？你很潮哎、欸，你好像还不错。对啊，有有有，来来来，先看一下我现在的穿搭，就是全黑很安全的这一种，真的是平常日常的穿搭。就是我现在要从全黑变成超级宽的风哦，没有错。OK， 哎、欸，我看一下。好像我的国中同学哦、喔，都是你，哎、欸，你是不是跳 S 号啊？对，我想说，因为它摸起来很大，所以就穿上去还好呢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你转过去我看一下那个屁屁的部分。一定会看到很多眼光，一定会收到很多眼光。YouTuber 就是这样子，你要扛得住，你扛得住吗？我扛得住，我们是不会在乎异样眼光的。你们觉得我扛得住吗？你也扛得住。好，吃饭，吃饭。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对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尴尬。你看我们走多自然，我们就是这样自然的走啊，有没有？我现在穿的非常时髦，来逛远东百货、喔。对，你敢买啊？去选那种湿鞋子。不现在我穿这样，不敢，我不敢，我也不敢。我们很丢脸。我们只会一楼，我们真的很多人，一楼是精品，全部都是精品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呢要穿这样子来吃鼎泰丰，因为我们已经尽量找到我们会客气一点的人了。鼎泰丰的那个服务人员都非常专业。你觉得我们今天穿搭怎么样呢？是吧？是吧？是不是很潮流？对，喜欢吗？这个蛮可爱的。大家。谢谢谢谢，请多多来这边 S 3的鼎泰丰。没想到我们居然被称赞，谢谢谢谢。因为我们刚刚爆点，然后有点放不下，他就帮我们把旁边就是点桌，我们真的是点超多。好喽，海绵宝宝现在吃小笼包喽。哦哦哦，咻咻咻咻咻，超棒！我们吃的松露小笼包，又吃的小笼包，又吃的这个丝瓜小笼包，又吃的红油抄手，又喝了鸡汤，又吃了排骨饭。等一下，你还有流沙包。最好，流沙包是在第二。对，哎、欸，这边很薄，你知道我这个肚子会凸出来。MGM， 你看一下，你跟人家穿的就是不一样。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吃 MGM 哦。不要，你要说两位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两位。我都需要点到一杯饮料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吗？你付得起吗？可以，可以，谢谢。哎呦，你今天穿的很符合这个贝壳的感觉哦。你知道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觉得超好看，因为我们在最后面，是我一路走过来的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位置会不会太窄？有一点，我穿这条屁股真的超大。我脱掉外套之后，只穿这个很像小六的学生，超像。欢迎各个小六生留言。你妈妈给你零用钱吗？我妈妈给我卡片。她给你卡片，好好。哇，这口味多！蓝莓千层，这是季节限定的。你现在正好像学生哦，还是点那种比较好，因为这有点果酱味太重了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海绵宝宝的分享。好啦，今天就是我们的就是去蓝波衣服的一日挑战。我们刚刚穿的这样子就是顶开风来自 Lady 耶，你觉得我衣服好看吗？他点头。好，现在我们还有算融入这边，盲摸系列会继续出其他更多更多不同的题材。那就谢谢阿宇今天来我频道喽。谢谢小吴今天邀请我来这种荒谬的东西。之后会讲更好玩的，好不好？大家记得要去订阅阿宇频道，要订阅小吴频道。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拜拜。